今天2013年8月24日上午，中北大社区志工扫街活动7:30开始打扫，从社区大门口大德路前将人行道与马路水沟盖边的落叶跟垃圾往学勤路一路扫过去，再转往大观路，捡拾草丛内的烟头、空保特瓶等，大家一起维护社区周围环境，敦亲睦邻。除了扫地以外，大家也能一起聊聊天，讨论社区的事务等等，让社区能更加进步。社区志工成员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长辈们，希望可以多一些年轻的住户参加志工团队。本次扫街活动为环保委员陈新正带领所有志工，参加的志工成员约10位。